哎，说文王八卦算过阴阳，哎，算了又算，娶媳妇儿总比那出殡的强。嘿，怎么样？头一卦就这么灵啊？当然灵了，你往下听吧，哪卦都灵。还要这么灵的？哎，比这还灵。是啊，你来吧，咱们往下算来。还说算了要算，那北京前清就有皇上。哎，算了又算，有皇上的时候他准有娘娘。这卦更灵了。还说算了要算，五谷杂粮就属那蚕豆长得个儿大。哎，算了又算，地里的庄稼哎，就属电线杆子长啊。庄稼是吧？啊，没有种电线杆子，没听说过。我看他马路边上种过啊，那不是。哎，这个地里的庄稼就属那高粱长。哎，算了又算，人仨走道就属他的爸爸岁数大。嗯，哎，算了又算，那个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。哎，最后这卦算得更准，哎，脑袋长在了脖子上。